但是一个冬天，他背起行囊离开家乡，来不及告别，却从未彷徨。穿过白山黑水，跨过冰封的江，道路蜿蜒，向着那遥远的北方。灰色天空飘着灰色的雪，银色大地落满血色的霜。恶魔染指，生灵涂炭，道义在肩，心中怒火无法坐视旁观。17岁的他，那是抱了枪的战士，枪林弹雨下的他就没有提过一个怕死。红色的江面就让敌人害怕，不怕死他。关门打开，一层一层绝杀，多少次的雪花飘落，无法融化的伤。清扫寂寂，他们停留在无名的山岗，无尽的征途，星星指明了他方向。他永远相信那光，终将天地照亮。上个月的某一天，我打开电视机，黑白的屏幕上满天的战斗机，190万发炮弹，5000都没炸弹，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无忌惮。40多分钟的纪录片，我泪如雨下。240万志愿军青狮永垂华夏。我想起小学的语文书，青山处处埋忠骨，要记住是他们的故事换来翩翩起舞。面对我的生活，不愤怒不诉苦，站在这个舞台只想说出我的态度。我喜欢士兵突击，我希望少年如虎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是那黑白色的胶片让我穿越了时光，70年间的历史我们不能遗忘。血肉之躯，他们筑起了新的长城，繁华盛世应有负重前行的人。不被当自强，保持热血的力量，不忘英雄的梦想，九州皆然山河无恙。1976-53台南遥远的战场，1976-53他们留下了希望，1976-53他们留下了信仰，1976-53他们紧握手中的枪，1976-53他们留下了信仰，1976-53他们紧握手中的枪。1976-53，致敬每一位英雄。